全新单元叮咚午间情终于要在6月22号播出啦。午间情为了拍摄新片头卯足全力，除了原因兄弟特别编曲的片头音乐，小赖还设计可爱的舞蹈动作，但别看只有简单的几个八拍，在拍摄期间可是让他们吃了不少苦。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就这样。除了有让伟静疯狂抽筋的舞蹈版，还有天真浪漫的睡衣版，换上睡衣的午间情是不是特别可爱呢？现在在拍片头睡衣的派对啦，一个那个我们的单元叮咚舞片片叮咚舞间情的片头，哎呦哎呦，开心呐、啊、开心呐、啊、开心，荒谬，因为这大概是这跟你们平常睡衣是差不多款式吗？平常没在穿睡，哎、欸，裸睡裸睡裸睡啊，你呢？我也裸睡啊，我有穿。没有啦，有穿内裤啊，那就不算裸啊。他们是连内裤都没穿、啊，哪是啊？真的不是。对啊，他是你是连内裤都不穿？没有穿内裤，有穿内裤、啊。没有，我有穿内裤、哦。没有，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有穿内裤。光哥有穿吗？不穿，就是全裸。哦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要突袭，我们要突袭。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哇塞！哎呦，他有全裸，有露鸟镜头，很多只跟鸟，对对，三明治秀，三明治秀。我觉得就合作目前为止最享受的是小赖了，他我觉得这个单元他期待很久，他上个礼拜就跟我说，哇，期待可以大家跟他穿睡衣一起闹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想了解小赖你的心情如何。好，你先。我要刷牙，赶快问我。好，这个单元其实很不错，我觉得大家要看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私下很多面你们不为人知的，都有在这影片中呈现。就是有一些人很假，就不说是谁了，你们一定要看这影片才知道谁的真面目会让你脱粉。我你吗？我可是我算是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觉得可能要仿一下风泽。对，我是最不满意的，为什么是由小赖来编？你们找我来编会更好。来，等等等等等等等。不好意思，吴宇豪是我编。哎，我不是那种即兴的啦，但是 OK，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蛮。蛮可爱的，棒，适合那个音乐啦。哎，他们有没有说伟静刚跟林九跳抽筋？对对，因为刚刚我们就是有狂蹲一阵子嘛，直接抽筋，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可能今天一整天啦。对对对，微抽微抽。对啊，蛮开心的啦，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影片，因为我们都拍得很认真。对，我好期待，叮咚今天到底能不能播啊？我要告诉你。
即将播出，好不好？大家期待一下，期待，超期待。在我的那一卡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那一卡，对，发生太多太好笑了，太小太过分，太荒谬了。哎，我要怎么样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你们会爱死我！究竟看完是脱粉还是圈粉？那就一定要记得准时锁定6月22号《叮咚午间情》。采访组采访报道。